爆破点不点？点了。全军出击！人们说原型并不稳定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。我也不去那啥了啊。我也不去拿他们家野怪了，拉倒吧，我就正常玩啊，我这亡灵战神。我生恐惧又被仇恨捕捉。你 A 吧，你看看是兵 A 你疼还是你 A 我疼。起立！去左边插个眼儿。人形既然完美无缺，应该有继续进化。好，不敢溜。一下，起立。哎呦我跑得有点快，看来只能下波了。那有个炮车搁那 A 你呢，还一直点我，我 E 你一下。你这我煮什么呢，我打着八条一下 W起立，爆炸！嗯，哪来个哈的？靠，红都不打，那我就跟你们玩游戏就累，趁他妈玩啥都让人赶开，真累！全是钢铁和硅晶，气死我了！玩个破哈子，连红都不打就跑中路赶上来，你要死啊你！啊，打死他！你搁那蹲啥呢，兄弟呀？你妈蹲半天还让人红打，你能打过他吗？你好像打不过他，他征服者你玩呢？组个 Q 吧，嗯，组个 Q。目标，我往上走了，来。我要把符文之地的吸血拿开，只留下金属。起立，平 A 点燃，平 A 接炸。起立，差一点点。一下，哎呦，光头，这波光头厉害了啊！你打吧，给我刮痧吧你！不过这不灭确实。好像有点 A 不到人啊，中单带没啥意义，我刚才跟我都想带彗星了，嗯，主意我跟他打消耗，起立，
随便打，打吧。哎呦啊，小兵给我 A 死他！我走了。在完美的世界里，别追了，有病是吧？我给你治治，是不是有病？我先来个水银海，你说这赛人出啥呢？日炎不太好用，双火护手区区有点低，暗行子直走又有点脆。万一你一下起立，这一下也没打到，我发车了，我来了，我打起立，减速，炸，一个人头没有。谁的龙？我们家的龙还行啊。我这是不灭，终于 A 着人了，踢不着。这发条怎么打我呢？确实他大我也打不死，挺烦人呐，别没没完没了的啊。干嘛的？哎呦我操，我变成汽车人了，别追了啊！一台机器堪比半百精兵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螳螂刚才六级，杀完发条直接从六级升到七级，就是升一级，直接一级的经验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要劣势局的话，你要能杀一个对面就是等级特别高的那种人，你直接就升一级，你等级会追的特别快。多找这种人杀，跟他换了都合适，就换他硬换。起立，开车，操他，漂亮！哎呦我这螳螂的虚区，我就这一直拆了。
打吧。打吧。再见。打爽了，打爽了，我也完事了。下边把他中塔拔了，回家了。涡轮炼金罐怎么样？算了，我来双火护手。哎，不用了，咱可以日炎了，日炎吧。双火护手加的魔抗有点低。多加点魔抗的，全面启动。那猴过来干啥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老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老猴什么意思呢？嗯，给我杀小黄毛，发车了！车祸现场。加油，我不行了。猴，这泰坦挺不怕的猴啊。泰坦凭啥不怕猴啊？还有打不过的猴。他们说我只是个原型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终于说对了。先出个小反甲，这聚酒一会儿再出吧。我们以肉为主，因为我们不出肉也没有什么用，我们只是一个肉。怎么的呢，拉克斯啊？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这人怎么那么多呢？我把这猴掏死，漂亮！我勾引一手，来，勾引失败，被锤死了。Slain.
这蛤蟆的蓄区有点高啊，那星石蛤蟆，关键是给我控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给我R起来，我没法开盾。我看看不灭一共打了多少，一共打了200点，给我加了30点血量。中推呀，这不中推，老猴子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，老蛤子？今天不把这蛤子杀了，绝对不行，兄弟们！啊，今天不把这蛤子给我杀了，绝对是不行！你往哪儿跑？别！你杀我！你跟我打！啊！后面飞行并不稳定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。我打了，你不过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。ADC 挺狂啊，挺猖狂啊你！这是有狂风之力，丝毫不怕我。漂亮小黄毛。我的眼里只有他，谁乐意进谁进啊！这波车我指定是不上。以一个老司机的角度来讲，这波应该是零车。个老猴子，你给我起立！不知道 MVP 是不是我们的。